穿越时，林已死。我想活。三才官呢？女娲娘娘。那我们现在去三才官。我们就是想知道孤城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。林毅早与人有所勾结。霍初，我不想杀你，你逼我呀。要替我阿祖报仇，我要让所有跟孤城怨有牵连的人都付出代价。